吧？他就在这边。我去第一间看看。哇，我很胆小，这里工作人员碰我都吓掉，吓死了。哇哇，哲哲，还要回头，还要回头，我第一次遇到要回头的。不然我们现在是要去救人，我们要去救他，对，要去救他。啊！刺激好痛，刺激好痛，救救我！有很多那个，不是要怎么救他？我不知道。啊！怎么中了？很多他。哦，花叶，我想他妈妈刚刚最后讲的，他说那一朵花有红花的时候就。他跟他讲什么？下面是有红色的哎，有哎，所以有红色又有绿色的，所以我们要让它整齐吧，对不对？所以上面是红色的话，我们应该不能让它有绿色的。这是可以拔的吗？这可以拔吗？那我们要怎么关掉？哦，用这个吗？这可以动吗？哦，转转，怎么转它？转会变吗？它会变色吗？他在那边，他在那边。你放在抽屉的四金笔，我丢掉了。到底去哪了？我们要把它排序，重新排起来。对。四金笔到底去哪了？一二，一二，一二三，一是丢掉，丢掉。二是的，丢掉的。丢掉的三在纸条到底写了什么？刺青笔，我放在你的抽屉里了。对，刺青笔到底去哪？那从整个完整又要回去那个抽屉了。哦天哪，这个好烦啊，在这里面，在这里面。纸条到底写了什么？我拿到刺青笔了，给你了。爸爸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什么意思？再见。轮回结束，红花成功。哦。啊！三位红花成功。什么？啊！算了，我们出去聊好。我觉得这边待越久越不舒服。对，这是灵堂。好，换完成，完成，完成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先给自己一个安慰的掌声。耶！过关了。过关了。太好了！哎，我发现一整个这样子。这样下来，我好像是一个铁三角，哎，就是哲哲是负责爱与勇气的，领导大家的。对，因为他总被我们对对对。然后真正我们后来我们真的不想做，就把他推去说你弄啊，自己发展。我是负责尝试，就是可能会触发恐怖的东西的那一个人。对对对对对。然后我是就是反正我就想讲讲，然后想到叫你们去做。对，然后我一直被你吓到。然后吓到整个跳起来的地方，居然是你的笑声。因为我就说，因为我们正在，我就，然后他以为是我出来了，因为我们在开这个箱子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其实你后来有敲他了，对，吓一跳，我吓一跳，然后吓到他，对，超白痴，这个算想干嘛？做完吓一跳，然后工作人员说自己被什么东西吓到，超好笑。好，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在这边玩呢？就是因为一切都是因为微微的关系。是，你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。这首歌呢，专家模式，因为每次要出歌的时候，我们就把我们的一些想法，对，或是感想、心历程给我们的作词作曲人，对对，然后之后他就回传了一个 demo 给我们，对，然后我们听到这首歌就觉得说，哇，就是很感觉到力量的感觉，而且它里面就有一段歌词就写说，不管这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回头的时候总是有人陪着我，然后因为我是主要演唱人嘛，我就很有感觉说，很像。当我觉得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的哥哥就在身后，或者说，我的团队，对，我的团队，或者甚至是我的观众们这样，我就觉得说它是一首很能代表我们在创作这条路上的歌。因为其实伟伟的歌其实都很贴大家的日常生活，包括我觉得这个也是。有在敲门吗？不是哦。我说我也喜欢啊。而且我们今天玩这游戏发现呢，谁是你的铁粉？对，这是我的铁粉。
我录影在放去，现在还在播你的 MV 哦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们有在网络上关注黄氏兄弟的话，发现他们每个 MV 跟每首歌这样串联起来是一个回电影哎。对，这是一开始就设计好的吗？这就要问哥哥，因为四首歌的内容主要内容编剧都是哥哥。就你心中会有一个宇宙，嗯，对，就每个人的人设，其实我都已经先设定好，然后再有一些人设去发展他们的故事，嗯。就是有些其实 MV 可能没拍到的，可是他还是要写出来。对，所以这个人的个性应该是怎么样，他的故事背景，对，都有写出来。对，所以你如果之后继续出歌的话，这个故事会继续运行。没有，我想要跳脱。第三首就已经结束了，所以这首基本上已经是跳脱了前面那三首歌的故事。哦，好，不然这样演下去会是一个漫威宇宙。对，而且自己会一直绞尽脑汁说哇，这到底合不合逻辑？而且会被限制住，会被限制。OK， 他们真的很厉害哦，就是不管是因为有的又有可能就是互相互整啊，可是你们是也有互整好玩的，也有整阿嬷的，也不是阿嬷，就是阿嬷家做一系列，对，外婆家系列，然后也有这样子做歌唱的创作。你们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已经破百万，你们之后还会有什么样子？就是要再超越自己，有想过吗？在2020，你是有想法？其实我是说，刚刚是说到微电影，对，其实我就是很想拍一个微电影，对。因为你三分钟的 MV， 你能放多少的想法进去，一定有限。对对，那三首加起来才9分钟。对对，所以我就希望说，我可以把自己这个宇宙，然后放进我的微电影里面，然后把它呈现出来。嗯，他想要完整它。所以哥哥在这个你们这样子的组合里面，你算是编导。哦，类似，就是类似这个角色。然后弟弟就是演出。演出，我是表演者。表演者。对，但有时候我也会提出一些我的构想啊。对那你开会的时候是真的会很常偷睡觉吗？基本上以前我会睡觉，现在呢，他们是直接不让我参加会议。有人说：“没关系，你去做你的事情。”我是真的这样哦，你去做。他们是直接让我就是要开会，那我说那我就，他们说哦，那你去做你的事，这样真的就放生你了。对，我就不用参与。但最近又有点层次说，其实你还是要在这边，但是你不能睡着，你要听一下大家在讲。对对对，我尽力在尽量当中。所以那个时候有一次你们负责那里面，我。其实看到你哭的时候，我有一点吓一跳哎，你那次是真的走心吗？有，因为就是会，因为毕竟要怎么讲，我们呈现给观众的还是。一定是开心的那一面，对啊对啊，对，大部分都是好玩的、啊。对，然后不小心被触发了一个点，就好像某一个城墙突然倒下来，然后你就以前都累积的东西全部都崩这样子。你说以前累积的东西是说，怎么想到什么画面？你说拍片有什么？你觉得最辛苦的地方是什么？不断的要一直想。对对，我觉得近期遇到最大的困难应该是我们成立团队这件事情，就是今年来，对对，因为我觉得人跟人之间啊，就是沟通时间成本很高，对，每个人的情感、每个人的想法、每个人的思考都不太一样，那其实我们也都蛮尽力的去对团队每个人，像例如我们有举办什么员工旅游，对，然后第一次带大家去大阪玩，对，然后尾牙或是抽奖、年终等等，对，那你像也是年纪轻轻就当老板嘞，所以其实对你们来说最难的反而不是说要面对大家的留言呐、反而是对你们来说是要面对团队比较困难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觉得是。你们好特别哦，因为通常大家都会说我觉得什么留言啊，什么很难过什么的，那些东西可能就是自己彼此之间消化掉。我们两个可以互相，因为毕竟有两个人，我们是团队，对。这样也很好呢哦。那再问一个。阿嬷真的没有走心吗？你在阿嬷家这样乱搞，然后一下弄牙膏，一下弄飘飘盒。但其实你知道，阿嬷其实也是很开心我们回去，对，因为你看到孙仔是很开心，他见到我们。阿嬷真的开心吗？真的开心。阿嬷，你真的可能他不知道，可能以前的孙子是玩鞭炮啊，玩一些什么跳绳啊，那我们自己的孙子是。摄影，对对对，玩不一样的东西，然后把家里那滑水道弄成那样，对，然后我们有收拾，我们收拾好了，对，有收拾啊，其实网友的留言对你们来说也非常重要，发现每一个留言下面都是每一个影片下面都是好几千则留言，你们收到这么多留言当中，你们会觉得哪一个是你们觉得啊好窝心哦，到现在都还觉得很有动力的，就是基本的，我觉得支持鼓励那些一定都会让人家觉得补充能量。但我觉得让我印象会很深刻的是，因为我们常常会去参加一些无论是公益议题也好，或是实际去拍公益影片，对。那我觉得最开心的是他会告诉我说，他因为看了我们的影片，然后他也去对那个团体，可能说去当志工啊，或者很多人会以他的名义或是以我们的名义去做每个月的捐款等等，然后再把这个收据寄给我们，对，还要寄给我们，
很好呢。对，我觉得很棒，就是有一个，就是我们把自己的想法，然后告诉了观众，然后他们去实施。没错，就是真的有影响到他们。就是身为一个公众人物，发挥了你的自己的力量。你们觉得从原本自己还是学生，然后变成好像你看你回学校那么多人认识你，然后就一个，然后办了见面会。你觉得从学生到就是一个素人，然后到变成一个公众人物，你看你都说有影响力，你觉得这之间最大的差别是什么？我们每个人都讲一个。我会就是知道说自己的一举一动就会影响到人，所以我们团队不管在拍什么东西，我们都会开会讨论说，哎，这个可不可以执行？对，然后执行之后呢，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？对，我们都会很小心。像刚刚哥哥讲，要谨言慎行，谨言慎行真的很重要。真的，我觉得你们都是很成熟的弟弟呢。因为我看你们影片都觉得你们很有趣，然后很可爱，但没想到在就是他们很可爱然后很搞笑的外表之下，他们其实做每一件事情做每一个主题都是有很缜密的想过，所以就是你们没有爱错人，他们就是很可爱然后很活泼但又很正向的皇室兄弟。最后呢，再请皇室兄弟再跟你们的粉丝跟黄豆们，或者是还没有变成黄豆看我们那集我要有像的观众，他们也即将成为你们的粉丝，跟他们讲些话吧。所以我想要让大家就是相信说，哎，你关注我们是没有错误的，因为我们会参与各项的公益活动，然后关注各个议题，就像是之前的婚姻平权等等，对，然后我们会继续的精进自己，努力自己，这很重要，然后也不会失去我们影片的娱乐性，对，然后还有我也觉得就很符合我们专家模式这首歌，还自己打歌一下，自己拉回来，好厉害哦，对，自己拉回来这样，就是觉得人生中每一个阶段都是一个关卡。然后很多人的听完这首歌看完这首歌的 MV 之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他听完这首歌的想法，然后甚至还有就是告诉我跟我分享他人生经历，然后还有就是，哎，他说他看这首歌的 MV 会哭的，对，他就觉得说哇被打动的感觉，对，然后我也很希望说我们接下来的创作都可以跟着支持我们的观众，跟未来会支持我们的观众们一起往前这样子。好，你们真的太棒了，那请答应我一件事情。是，你们先答应。好好，啊，怕什么啊？好，就是帮我们分享我爱偶像的那个 YouTube 频道。这有什么问题？当然没有问题。对，马上你在那边，安诺怕。没有，当然没有问题。我不会陷害你们。对，然后如果有空的话，就是也可以邀请我去你们的频道。哦，好啊，当然。对，你们频道那么多人，可以吓我。你要不要也去？就是外婆家系列。对啊，那我去外婆家，然后跟外婆一起唱一首歌或什么。跟外婆唱歌吗？阿婆啊，哦，不，阿婆是谁？阿婆，来，外婆唱什么歌？外婆好，就是有今天还是很谢谢皇室兄弟来到我们的我爱偶像，这个我们会有电视播出，然后在频道，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也会，所以你可不可以用你们的方式，然后告诉大家说要记得就是订阅啊，然后按小铃铛啊，跟他们讲外话。这你最会了啊！订阅什么？订阅我们的频道还是订阅你的？没有，我在订阅你们的很多了。订阅我爱偶像吗？我爱偶像，然后还那个露露的也订阅。好，记得订阅我爱偶像的频道，还有订阅露露的频道，再开启你的小铃铛，还要分享这支影片哦。谢谢。我以为你会接话。